现在是2020年12月17号下午3点半，我在河北科技师范学院，旁边的这个奥体中心，下面的这个广银超市，我经常去。现在去看看。其实广元超市啊，好像1、2年前已经有过一次大的翻新了，所以和我当年去那个广元超市可能是非常不一样。
买了一瓶芦荟的脉动啊。车停到这儿了，那边有个地下通道。好，现在出了广元超市了。在奥迪中心上，这儿应该是有一个地下通道的。地下通道关门了。